劇場是送给我很多很多个不生自由的地方，在整个戏剧的旅程里面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认识了很多个很好的朋友，除了家人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自己揀的家人，然后劇場就是给我见到我自己有多执着的地方，见到自己在哪里执着的地方，还有一直 challenge 我还够不够胆执着的地方。我是陈许莉，香港话剧团演员。